谢谢，这是你的发票。到饮料店消费拿发票，不过有时候是不是会碰到漏开发票的情况？饮料店每天上百杯进账，有没有漏开发票？国税局最近悄悄展开大规模查税，锁定容易漏报的六大行业，包括连锁饮料店、医美植牙诊所、月子中心、老年照护机构以及夜店。有发票吗？没有，收据没有发票。实际到不同饮料店观察，有店家不是开发票，而是给收据。没有开发票。也有连锁饮料店等消费者开口才给发票，但依照规定，只有小规模餐饮店平均月营收20万以下才不用开立发票。国税局也积极推动电子发票，由于可以直接和店家连线，账目一目了然。但传统纸本发票需要人工查核，不止耗时，就怕查账一不注意出现疏漏。在中南部我们会发现到稍微多一些些，但是我想在北部应该是还好。医美几乎都是那个智慧的项目，低报短报的风险嘛。医美诊所卖保养品也经常漏开发票被检举，国税局表示，如果没有照实开发票，可处1到10倍罚锾，除了巨额罚锾，最重恐遭停业处分。记者张哲儒、李文科台北报道。